我觉得我到最后一步了，但我看不懂。你的最后一步是啥？已经时间截止了，已经无所谓了。是四张那个。其他，我要向我请。杨迪、石凯、小普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，没有同学和朋友们，请拿出温热，赶紧从床上爬起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杨伟成觉得东西在里面呗。快快快，起床起床，草坪集合。